好吃哦、喔，一开始都很好吃的，对，慢慢吃啊，没有人赶你，来怪鱼慢慢来哦、喔，大家等你哦、喔。真的蛮硬的。刚才已经没有头头换了。还要水啊！这间是什么店？香香菇店、炸东西店。饿了，好饿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通常我来这种自助式的餐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吃，我有选择障碍，太多东西。对啊，其实自助餐最大的魅力，就是 everything all you can eat， 全部都可以享受。all you can eat， all you can eat， 哦，好流水，光要去排了，走吧。OK， go。哇。哎、欸，一走进来就闻到阵阵的飘香味了，要输哦。我们想吃啊，最主要比如中厨、西厨、日厨，那再来的话，当然有我们的甜点跟水点。第一区是我们的日厨，那日厨最主要的话有那个三大类，烤类、炸类，还有我们的建议片区。你只要有这个疗愈天菜的 logo 的，是我们之前所有的网友跟我们的贵宾票选出来，就是最受欢迎的菜色，天妇罗。这一定要试试看，对，这是我们师傅自己都觉得直接先夹了。哦，还有寿司的变化就非常的多，像我们中岛这边会有甜点啊，饮料，那包含像我们这个蛋挞，真的不是超多啊，我们的蛋挞真的不好吃，这个是最值得介绍的，包含水果或者是配料，都是选我们在地台湾。支持我们在地的农民，对，没错，还有一个国际品牌，对，帕森达斯这区，我觉得女孩子会特别爱，包括我们的调酒也是啊，我们会随着季节去搭配。你会喝酒吗？对，一点点，小喝小的。对，有德国猪脚、现切牛排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热锅。那我们每一季换菜的时候，在热锅区这边，大概都会换掉20%-30%的餐品。那在接下来这边两个有重点区，就是一个是中餐，我们这边的汤品区也是中餐跟港点，这边就开始新竹现点现做的意大利面，你想加什么配料，面怎么加，自己加这样，对，自己加，那师傅帮你炒。没有打算要减肥了。这一边哈，就是西式的料理区，现烤的披萨，跟大家都爱的双皮龙虾。我先拿，我没法抗拒这个。还有一个人气料理，天使红虾，现煎的，对，现煎的。你喜欢吃吗？我喜欢吃虾子。给你再多虾子，你都喜欢吃吗？我觉得我没有难不倒的食物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运动员是大胃王类型的，因为刚刚冠宇一直在私底下跟我说他很会吃。然后我频道又有一个东西叫101大挑战，有，我常常看，你敢挑战看看吗？101吗？再加上你的这个消耗量，你这个代谢功能又好，我觉得你应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挑战看看。挑战，拜托你，没问题，直接给他挑战，真的假的？直接就101大挑战，是，来吃饱费就是要多吃一点，吃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。可乐可以拿哦。哦，有气的最棒了。哇，这是101只吗？帮你们准备好101只天使龙虾。前面的可以帮我剪掉吗？有。为了浪费食物，我需要帮忙再讲吗？前面的剪掉可以吗？不行。101大挑战开始。我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101系列就是喜好终结者，我在靠近一口就觉得恶心。真的哦？对。真的可以试试看，来啊，直接开始挑战啊。好的部分是可以去吸的，可以吧？好吃哦、喔！一开始都很好吃的，对，有压力感哦。对啊，好像吃几次，我才知道第二次我就在走了。其实如果真的爱吃，那我们这边每一个贵宾都可以挑战101，这边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享用，都是无限取得。好好吃哦、喔，还算新鲜呢，一波就掉了。那第三次，哦，吃不太晚，慢慢吃。不用快，不用快，我慢慢吃。我20岁就开始打中华队，他打到现在。2013年，我打到像2023年，我应该有打过8、9的国际赛事，那很心脏要很大颗。你现在还会紧张吗？然后我其实每一场比赛，我就算是二军比赛或者是部件赛，我都会紧张。头疼喉痛的久，我从国小就开始当了一场头疼。他中间经历是开刀，一次算运气很好，运气很好，都还蛮一路顺遂的。也因为就是遇到伤势之后，让我自己彻底改观说，其实一路顺遂这件事情在。一个职业选手是不好的，
对，是一件不是让你更成长的学习，因为你一定要做，你要面对失败，所以你要去接纳你原本做的人，才有办法去。所以真的练得比较壮，肌肉量真的大的话，受伤可能性就比较少。你说投这么多，都有可能是消耗你的手臂的东西。对。但是如果当下有更多的肌肉去保护你的韧带的话，或许可能就不会这个问题了。脂肪也会保护。我听说好像会。也会啊。脂肪的最好的比例好像是在15%。运动员。其实现在的饮食的一些控管跟饮食的，其实是在吃运动员的这一方面来讲，都是一个。对，需要关注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你目前为止最挫折的一场比赛呢？哦，挫折比赛好多哦。我国际赛也有投很差的时候，跟真的很惨的时候。可是你国际赛几乎是表现很好的啊。国际赛好，我讲国际赛，就是曹爷爷在的那个欧洲亚运2010年的冠亚军的时候，那时候侯友现在是国手郭泰源，他就是对我很好，他也是我那时候去挑战日本职棒很重要的选手。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大医生，他把我决定。然后我们那时候确定拿到银牌之后，学长们就痛就生如受苦的感觉。那时候原本是在叫我先发，总冠军金牌赛先发，然后干炮扛不住，然后才换成是经验老道的成败。韩国呢？对，其实我那时候很慌，我都觉得很预赛的时候我对韩国就已经投不错了。教练就说：“哎，你就照预赛投就好。”就那时候我们球队好像是过后一分的时候，还有伤兵，垒上一个人这样，哦，连续被打两支。那天我在现场，我那时候在观众席狂骂，我是骂球选手。我说真的，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得到，刚好回去之后过一个月就收到日本人收到的通知，说可以去试试他们球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说大卫前进，大卫报告，你看故意跟他聊天，让他觉得哎，慢慢聊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然后一盘就要清空了。我前面很想要吸他的脑，可是吸到后面。这话一听，刚好在吸下去会怕。你现在几分？都三分，3到5分。来，第二盘。OK。哎，好扯哦。谢谢。你去日本6年，总共10年。我在日本待了2个球队。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没办法适应，我觉得我有点太年少轻狂。我觉得做事好像打棒球好像也很难。可是我进职棒第一年，我才深深体会到，不是你的实力好不好就可以有办法混在一局，反而是你有没有办法一整季表现稳定，才有办法待一局。你只是昙花一现，或者投一两场，你就要休一个月的话，那种职业球团的教练一定不会选择用这种。其实不管是运动员也好，餐饮也好，你的这个品质跟稳定是必须去维持。对对。那你在那边有交什么朋友？我那时候就认识我现在的太太，我在去之前，去之前哦，哇，那你几年结婚的？你在一起6周年之后结婚，想交日本女朋友好像是梦男人的梦。哇，就真的这样一路到底，然后就结婚，我还以为就在交个日本女朋友，好可惜哦。你真的这样讲，要被鸟粉看到，好可惜啊。其实就代表我对他是忠心的，对啊，你有这个可能性，你有这个时机点出现，我老婆走，我一直是这样。他有照着他的节奏，他的速率都是一样的。其实你不然黑名单我，我会把照片放大。欢迎此人一直来吃。对。这已经吃84只嘞，他快成功嘞，还要喝有气的。腻呀，会腻，会腻。我怕你回去会不会冻结，会一直吸。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味道不见了？对。差很多哎！可以再帮我们形容一下天龙虾它的美味吗？我好像在咬橡胶一样，味道怪怪的。他先从有吃虾头，到现在连虾头都不透明，到现在虾尾会偷偷的把一些肉给拔掉。慢慢吃啊，没有人赶你。我们最久一个人曾经吃5个小时。5个小时？对，来怪鱼慢慢来哦，大家等你哦。他很怪，超强。我101系列真的，那时候看说就差一点点，为什么不成功这样？差一点点，有没有什么粉？那个胡椒粉？好，我来处理。战术改变了，开始找调味料。哎，剩9只哎，真的蛮硬的。教练已经没有头换了。
来来来来，大家先打结束了，一百只哦。我觉得已经太极限，释放界的大胃王哎，我会流泪，我可能一个月不敢吃。可乐喝太多也是觉得可乐味也越来越难。你的头发来奶奶那边站。有没有看到满满的虾头八大盘，总共101只。我们再次给陈冠宇至高无上的掌声。挑战成功是其实是有礼物的。那个光大是冠宇都这么辛苦的挑战了101，而且还成功了，那有什么？当然没有问题。冠宇哥需要几张？真的假的？如果能带我的老婆、小孩、我家人来吃的话，绝对没问题。妹妹，这是他的部分，他一定没有问题。既然是在本频道播出，那我们应该喂。OK， 没问题。12张贵宾券，平假日全餐期都可以使用，欢迎来挑战。那我们就2张2张抽出去。好不好？那留言，中华队加油！谢谢陈冠宇。好，那个最后再问一下冠宇，刚刚整个过程怎么样？我知道后面，我真的觉得那一步有没有一度要放弃的 feel？ 怀疑人生会一定有怀疑人生，但没有想过放弃。没有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是最厉害的精神。一个好的运动家就是怎么样？我就是不会输了，我拿到吃都喷出来，我还是要跟你拼的啊！那这次就先预祝我们。中华队哈 ，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中华队能够取得佳绩。好，这两集观众们看过这次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所有的菜色，应该就放心的了。他那个棒豆条打输的那种，直接包包回家了哈。好，小影片记得再订阅分享，然后谢谢冠宇，谢谢冠大，谢谢少爷，成功成功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. 那你孤单寂寞觉得冷的时候是看日本的还是看美国的？日本比较多。对啊，去日本通常是说看直棒的意思吗？对啊。哦，说的真的。今天日本这个话题，我想说，我都有点流汗。